其实这首只要是老一辈的人的话，应该是就是有看过一部叫《似曾相识》的电影，然后这是这首的主题曲。那下一首的话是要带来是拉赫曼尼诺夫，他有写三首就是声乐的曲子，那其中一首叫做 Vocalis， 那它翻成中文的话叫做无言歌。那从这首里面的话，大家可以就是闭着眼睛听，就是可以去慢慢感受说，就是它是一个俄罗斯寒冷的天气，然后昏暗的光线，然后最后还有就是拉赫曼尼诺夫，他就是有一个很悠远的哀愁这样子。这首是就是改编自克莱斯勒的《爱之杯》，那就好，这首曲子它就是我觉得是就是用各种角度，用各种心情描写，就是回想到过去的种种，然后就是它后面有一段就是非常激昂，然后激昂到最后有点神魂意乱的感觉。然后可是会在一个很长的音，就是它会一直持续着。
然后就又会回到最后的就是大调的曲风，就是感觉就是走出伤痛的感觉。对，不要哭。然后就把这一首献给就是大家，然后还有陪我走过这些日子的就是后面那群好朋友们。
那就 Uncle 一小段，就是Marasi 的就是他的意思是流星的意思。Baby, my heart could still molest.
Once in every
one looking for his love for someone else. A rush, a glance, a touch, a death, a look in somebody'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y,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t it free. A voice said, I will be here, you will be alright. Stars, there's an angel after me. City of stars, you never shine so笑话好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